第十三题，吉他属于弦乐器，下列有关于弹奏吉他弦线时产生声音的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知道弦乐器在相同的材质、相同的条件下，越轻薄短小紧，其发出的音调会越高。所以选项 A 说调整吉他弦线的松紧程度，可改变发出声音的音调是对的。选项 B 说拨动越细的弦线，发出的音调越高，这也是对的。越轻薄短小紧，音调会越高。选项 C 说吉他周围的空气会随弦线而振动，这也是对的，这又是声音产生的原理。选项 D 说越用力拨动吉他弦发出的音调越高，这可是错的，越用力拨动弦线改变的是响度，越用力它的声音的大小声越大声，而不是音调越高。所以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下列有关弹奏吉他弦线时产生声音的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越用力拨动其他弦发出声音的音调越高。